大家好，我是东宝。今天这个太阳也是贼舒服啊，今天温度比昨天高一些啊，好暖和的冬天舒服。我们上面今天开始铺了个水沟了，我们去看看啊，有个地方叫它别搞错啊，有个引水区，有个缺口让它给它做一下，这样。叫没开钻模板？老黑哥。哦，解三天三夜，终于解满了。没得水的啊。那水应该够用的。阿布哥，这么多嘞？这么多个，那么胖了，两桶浆完了。这不是我们古镇话。它是，你们是花园是用黄黄的？白花，花园的。花园的吧。嗯，那个调调不一样。嗯。这水还不够用一天，一天不够用啊？不够，一天都不够啊？嗯。哦。真的？啊，你在那没有办法的，啊，你们只有等。还有我们都下地。嗯，你这只能走一天的功夫啊，对吧？嗯，这个要半天工啊，也不够。半天工都不够。还是没有办法的。盖不到哪边去？那边啊，比这个大些。那边大些，这三条湾的水，三条湾水就这么点儿。啊，你还没开始装模？没整，这里没整。没整。我告诉你，你装模那边有个位置，你给我搞个缺口出来了。我们不晓得。你们哪个负责哦？管工没来。到哪边去了？嗯，我先和他干了。哦。三天三夜只接这么点水，还是了。看水好大。嗯。嗯。就比筷子头儿稍微小点儿了吧。嗯。有这么点水，你有什么话？狗还在这儿起水，不能水就少。你们没今天干没？我没有。嗯。我那有水器，都是拖的。你们拖水？到河里拖水？嗯。啊，你比我们这儿扎实些了，也落些啊，也落后。嗯。啊，还不扎实，我们这儿没拖水，今天我们这儿没拖过豆瓣儿。拖水得有，我们一个村得有两站有水。一个村两站。嗯。两站也有，都是。你们那边山皮这么大哦。啊，你们没山皮这么大哦。大也是空的，到水到乡都行。我们这是花园、飞机场都有用我们的水。飞机场都用你们水啊？嗯。哦。都是水来挨啊。我们乡修第一个机场就到花园。嗯。故障好像没有。故障第一个机场也要马上到搞，过了几年，乡修唯一的门两三个机场。他们过去再有个机场就是怀化区紫江机场。差不多过去了。过去了哦。嗯。七五。那是马林庄金庄。用水用我们的那边的水。哦。他那个有搞压水泵。压水泵压好了。嗯，汽油机搞压水泵。你们有压水泵没？对，他老板没买。你压好把你装下都压下来，装下都啊活的，活的，哎呦，这个要两步要两担，这个都没有，哪儿都没有水的嘛，我们水淋水你压不到一分钟，一分钟就压完了。是啊，他们现在买这个机子，都可以供应到上头去。我没搞过，我没晓得的。供应是供应了，问题是你前面有水，你看。有，够了。够了，哎，水都是有的。下面的水有。有啊。嗯。都，一身大集团，我们的哪有水？永顺。都是行行的。永顺。嗯，一啊。永顺大集团。嗯。永顺那有点大集团。一身，搞到其他都。其他。啊，其他了。其他我们都是我们倒的，其他嘛，嗯，铁塔，嗯，永顺有点几张，到建县铁塔了，啊，我不晓得，永顺有几张，你也不晓得，我觉得我们古镇河西这都准备搞几张，永顺那搞几张，不是紧张，
都是建站，洪流建站。建站？电站？你可能是干那个杨洪山啊？是哟，杨洪山差不多。我们就搞一年去，这个都是搞那个那。哪有地方有水，哪有地方没得水，我们都晓得的。是我走过啊。杨洪山那抽水从山脚抽到山顶，都是一公里多，你看。你看，拿这个胖将军。我们都是跪的，不能带。跪下，得落。他那些叶片那么搞上去的。我们到那边，我们是居委会的老板。他们搞这个，以他到49个他，我们的搞完成。是你们搞的？是我们搞的。你们搞。以后到49。你们这个队伍如何嘞？这个好危险，哪个都不敢搞。那肯定危险。那是危险。你们队伍可以。石猴塔都是战国塔，最大。他们就是搞，每次我们去你家，经过杨洪山上面不是很多风车，就他们搞的。我见过。六月份，夏夜都要穿棉衣。上开啊！要穿，都冷。山顶上很冷，杨洪山好高，湘西最高几座山之一的，搞得可以。那里有水些，有水前面。什么水啊？嗯。热水的。热点用的，你们点铺把那尾巴的可以扯上来。热点都免水的。一块钱。大概一公里吧。有一节管子。管子以后多钱？你自个算嘛，你一圈管子好长嘛？一圈管子100米嘛。你有一公里，你七八圈、10圈管子要嘛？那老板跑不到的。反正中路一直下去，大家玩的了。我晓得，你讲我晓得。那没丢呗。你挑水嘛？要打一天停一天了。打一天停一天要。打一天要停两天。停两天。你看他三天才接我们点水。三千那个是一两道山哈，一个上午要完了。等你们老板来，你给那杆子，永远搞个缺口出来，好不好？晓得是吧？我们那里也比较。要搞喇叭的了。要搞个八的。嗯。要搞长没宽的。你把水的一直水泥一直铺往我肩里头，搞了一个小小的水泥人到多少号去？我没去看，你好大些。就这儿搞个缺口。师傅，在这搞个口子出去。啊，这是在用嘛？啊，他冲上天水大很了，你给我搞定的也治不住。那你搞点什么？你搞了哈嘛，从这儿开始铺起了，一直铺下来了。他这儿很冷，反正这儿下头他是挨山坑漏下去，你要从那儿回去，你从那儿铺过来。这下头都是挨山，他很漏下去，倾下去。你要从哈，我这儿围了个水泥哈，你从哈儿我们铺打过来就好了。哎，这搞个缺口就可以的。那我给他们讲，不然你从这儿围的话，然后水小的话，从这儿来就全部清下去的。对啊，但是我们那都是挨山，天通地漏的。那你晓得，你看，那我所以在从那儿围嘛，我不敢从那儿围嘛，哈。阿哥都觉得好些。咱们慢点跟老板讲一声。你给你们老板讲着。讲，只要靠哪个管我讲就可以了。啊，没有跟你老板讲的。不要跟老板讲了。你办的是哪个管工讲的？跟管工讲子，管工讲，搁到哪里？这么几圈，你们也没有好远嘛？你看，你像三里远。这个管子是你屋里的嘛？都是我屋的，你快把管子卖到沟底下去喽。啊，卖到里头去。你卖底下就可以的。卖到底下了，等我们打底桥。你到时候把管子就直接卖装磨底下去喽。卖不得。卖不得啊？要等我们打底，打底才里头的，反正都打底要把它降到里头去嘛。可以，你就稍微帮忙嘛，搞里头去啊。莫晃外头，晃外头很坏。表姐在那边没人来的，恐怕有人，那边没人来的。他们放工了。放工了，给活头吃中饭。还跑活头去？两不两天了，不给他们拌饭。你这个挖的标准好大。
再狗水片啊，颠倒成。啊，我们肯定不白挖的。那也没白挖，就是肯定拍过视频挖的，所以在拍，在嘛在来搞来。嗯，意思是我们肯定如果没挖这条狗，他们还不会搞。那也不可能。这么大的狗啊，明年大田水真的不用愁了。这一狗水过去，我的天，那田水几天搞完了。去年就是因为我们就接了一根管子过来啊，其他水全部浪费流走了。因为这个狗天通地漏，哼。那边啊，那些那边那些田都是我家的啊，我家田和地都连在一起的。打了水泥沟就不怕它漏水了。对。有多少水就有多少水过去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上面这股水就是不精干。但是它一旦到了那个雨季，那个水就很大啊，贼大。那够了吗？嗯，反正就是雨季那段时间打田水啊，就耕田。嗯，像我妈说了，如果冬天的下一波大雨，就把田全部耕了。她说，我妈一天天说明年还要继续干旱，她现在都着急。我跟你说，前两天稍微剪一下，剪的比较长。你当时还说剪的比较长，你看现在这个茶叶已经飞扬了，叶子已经比较撑透了。嗯，叶子已经开始慢慢竖起来了啊！前两天像这株叶子是这么往下掉的啊，你看噎了，噎了，现在已经肥羊了。你看，剪得比较短，虽然现在还是旱啊，现在旱不像夏天那种旱，现在温度高，它连泥巴底下都给你晒干，但是现在泥巴底下还是湿的。嗯嗯，它太阳虽然今天太阳大，今天大概有个十七八度的样子吧。说明我们之前剪枝浇水还是有点作用。基本上都有点肥羊脸，做的羊有点大碎的。嗯，现在基本上都肥羊脸啊。前两天我说，前两天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，我天，感觉都要干死了，叶子都往下垂了，现在叶子都竖起来了，很不错。就是铺水泥沟要用的沙和水泥，嗯，都运过来了。应该，他今儿下午就开始装模，明天就开始倒水泥了，也快。啊，只要水就是几天就搞整了，就是现在就是缺水啊。缺水缺的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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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重，今年好像很多地方都缺水。对，像刚才那个师傅说的，他们那里都一直在送水啊，他们肯定是一滴水没有，就靠我们完全靠那个水车送水啊。其实今年冬天比夏天、秋天都干得厉害一些啊，因为大家看我家那个水就知道了，很旱很旱。干旱是干旱，但是对于我们拍视频来说，我就喜欢这种天气。为什么？这种天气你哪里都可以去啊，你像特别秋天的时候天气好，你想去哪里去哪里啊，你下雨啥也干不了。对，其实你看今天拍的视频，特别秋天的视频都比较精彩，就是收获比较多，因为没下雨，去的又远啊，所以搞的东西收获都不错啊，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天气好。嗯，但是呢天气好就没水，人也喝不了水啊，反正这东西都有极端啊，没办法。我们这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。